做段时间有朋友问我当个日记要做你写，哎，今日做来个大家拍我个日记，这个是形容词日，超级顶加个日，请个日，普通话拼音是 r。日记到雕塑位来对有形容杂乱个意思，比如当办公唔正经，那就当啊，通关日子，人际关系又复杂，那就当伊当啊，伊个人关系过日，日过草枯。另外这个日记呢是动词，就是人平时拿个。日多日水日春，这个日子做你写呢，目前发布定论，当山大武行院讲师张江博士研究后，就提出了比较专业的建议，那可以应该提手帮加个字，请个字，普通话这个字也叫做儿，所以真多个字呢，超级顶个字，加提手帮个字，这个是日过草枯个字，超级顶，这个是着用手字。日春日多，日水得用手，所以真多个字也非常过期。你觉得呢？